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鱼翔视频频道。红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几次一组的网站高手实况，来自一匹野蚂蚁对二匹虐死我吧，求你了。蚂蚁什么是小猪上来就是一套三连打掉了二匹的老虎陈面和尚啊！我靠，小猪好猛，速度非常快，这个前程头打到老虎已经是有点懵逼啊。这个游戏的背景音乐特别逗啊，而且你看那个裁判是黑子嘛，跟噬魂里面黑子是一样的啊。不过这个黑子就有点逗了，非常逗逼。老虎现在被关到厕所，哎，不敢乱动，因为小猪这个升龙确实非常屌。别动，打一个逆向没出乱，轮到老虎发动进攻，投下盘。好，哎呦，但是连招没出来。对于小猪来说，直接射龙。我刚怎么来说的？好，又是一个飞螺旋腿，在小猪面前真的是不敢轻易跳，他的射龙实在是判定出来太快了。来看第二局野蚂蚁，好，又是一个枪杀，两人都是有黑照。好，下盘两点，但是这个连血没有出来。哟，再打一下就晕了。好，不过牵制下，冲击，要稳。老虎不要轻跳，好，下段打倒，把波来做一个牵制。哦哟，大骷髅中了。感谢彭叔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关注红哥解说，拜拜。